都会踢足球吗？足球运动是一项军人真正的运动，它讲究团队的意识、个人的能力以及顽强的拼搏，当然还要加那么一点点运气，完全是一种综合意识的体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没吃饭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相信规矩你们都应该知道，准备，是，来吧，都带上。戴着防毒面具踢足球？对呀、啊，而且要带着他踢完全场。那你们呢？教官让你们干什么，你们就干什么。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？说再多也没用。带上吧。Yeah.
10分钟。拔光头呀，在所难免呀。真让我失望。他们没有参加训练过，拿光头，我咋想到？我现在根本就不是担心他们拿不拿光头，你看看他们现在这样啊，没有任何一点团队意识，各自为战，完全是一盘散沙。我最担心的是他们上去了之后会白白送命。完了，完了，哟，这带球是谁啊？13号。哟，看不出来哈，有一点意思啊。真不错，居然进了一球！啊，配合真不错，这次啊！这要走这么踢的话，啊，这配合多完美啊！也不至于踢得这么难看。隔阂又来了，他怎么这样侮辱我？但冷静，他们提前吹哨，为什么呀？他以为我还能赢？对啊，走！抓紧时间，快！集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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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丢不丢人？人家戴着防毒面具，呼吸困难，视野受阻，居然让人家进了2个球，丢不丢人？啊啊！有什么好笑的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10-2，好。我想问问你们谁先进的第一个球？报告，是我。你一定特别得意吧？觉得我会表扬你。58分钟你才进了第一个球。58分钟之前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你不是挺爱说话的？说说看，你当时在干什么？还有你们，你们当时都在想什么，干什么？
没有任何的团队精神，没有任何的拼搏精神。在战场上，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互相依靠。你们以为自己是谁？啊？蓝包？超人？在战场上死得最快的就是你们，因为你们完全不知道你们唯一的依靠是什么。目光短浅，自私。我真不知道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，一群废物。老狐狸，好，每个人给他们扣10分，一会儿让他们戴上防毒面具，5公里越野，记住。一定要让他们满意，要不然累的就是你。是。同队，全体都有了，戴上防毒面具，换上迷彩衣，拿上武器，5公里越野，出发。有点意思。看来你对他们很满意。亡羊补牢，为未晚也。最起码他们现在知道了团队的重要性。这么简单，他们就团结了？你真当我是神呢？有矛盾就要解决。这个矛盾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，他们很聪明，应该会自己解决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说你们几个休息够了吗？休息够了，就叫下一队来，还有3场球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丢人。哎，没钱，哎，